印象中是某年某月某日啦，咁就我得到一本雜誌啦。是不是三個字的不緊要的不緊要的這個字。有沒有譬如可能在香港平時少去的地方，因為這兩年沒得飛，即會嘗試去一下這樣呢？有 staycation 咯。staycation 即是爆房啦，是不是？有個人呢，即是在這一行，他都即因為以前都是個性格都是比較暴躁啦，跟住打完人之後呢，跟住呢就被人 blacklist 咗啦，係啊。同係唔係，因為我有個 friend。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Music Panda Day。所谓都仍是我，路遥渐暗，都也只重要人坏蛋不可。而懒理谁说明命运，但求无憾地过，让年月过，别去想任我蹉跎。就算丑，仍然快乐，仍然喜爱，年轻的至多。平凡人笑吧，望着你于天上拍灵魂。和热血如沙砾风化，你嘲笑的是那是你都一样离奇神花，这自由密码却伴随成长退化。自傲在谈论没人像我，一天总要解万人像我，分享这个野笑宝座，但是亦宁愿人人像我，即使这世界万人像我，珍惜这个野笑宝座。狂人傻笑吧，日后会与你相拍灵魂和热血如沙砾风化，你牵挂的是那是你都一样离奇神花，这自由密码会伴随成长退化。Hello， 大家好。Hello。 眨下眼又过了两个星期了，有没有挂住我们啊？肯定没了。没挂住我们不要紧，最重要不停重温我们的节目。多谢大家继续不停 loop 住 Music Panda 的节目啦。好歌就不介意继续听的，多听几次的，好像 Andy 再次上来我们 Music Panda。是啊，再次啊。还有 special。Yeah。
係同大家打個招呼先嚟，好嗎？ Hey, 大家好，我哋係 Special， 我係主音康聰啊，我係鼓手偉賢啊。Hello， 我彈 bass 嘅達明。我係吉他手阿 Mike。耶，好開心啊！嗱，今日咧，我哋嚟到我哋嘅即係 Music Panel 咧，即係當係我哋嘅廳。我哋只不過喺度 jam 緊嘢咁樣，所以咧大家係可以好 free 噶 ，free 啲好。係啦，咁啊，即係嗱，想問翻啦，啱啱開頭咧第一首歌啦，即係中二病毒啊，點解會有呢一個 crossover 咁樣嘅咧？不如你試下唔好答啊，因為今日咧都係我主場，咁所以我要問翻一啲咧，即係其實冇乜關係嘅人啊。通常啲古老咧，即係喺後邊咧都係喺度呢啲手呢啲時間超緊啊，玩緊手機。阿偉賢，你答可以。其實我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的。中二病人是為什麼的？其實我們又不想給一個定義它，其實它是一個狀態來的，我們覺得。就其實是我們覺得啦，就比較是活在自己的世界，自我中心一點的。通常呢就會是真的在 Form 2的時候出現的。OK， 好啊。喂，那我問一下你了。好。Bassy 佬，為什麼會跟周國賢有這個 crossover 的呢？話說咧，你講得小心啲啊！上年年尾到啦，就出咗隻歌叫《深夜告別練習》啦。咁我哋出個 MV 啦。咦，見到周仔喺下面留言喎。係，佢話：哇，幾好聽喎呢首歌。係，我哋就係咁樣開始結識先嘅。係，跟住周仔咧就同我哋嘅監製小童啦，就有一啲工作上的合作啦，哇！一望真驚一驚，幾驚啊！但係我哋一望一望，後面望住，係啦，跟住就機緣巧合就咁樣穿埋件事，我就一起合作。哦、OK， 係啦，阿 Mike， 咁我想問一下你啦，喺即係 crossover 呢個過程裏邊咧，即係你係咪第一次同阿周仔合作啊？係啊，你覺得佢點啊？個人梗係好好啦，係咪啊？係啊，梗係咁誠懇嘅。係本身我哋覺得梗係大前輩先啦，第一個印象，我哋都怯嘅。其實我哋第一次玩中二病人嘅 live 係喺電視節目度啦。其實我哋都未第一次見過。哦、OK。即係第一次見到嘅時候，大家都係好有禮貌嘅。好有禮貌。係啊，即係喂你好你好。係啊，都明星咁樣。咩料啊？係啦，跟住最尾其實大家都好 nice 嘅，即係就周仔係，哇！佢哋即係佢冇乜代溝，即係大家都係同一個 generation， 係啦，即係大家平時我哋做電台訪問好多次都一齊嘅，咁就佢都好，即係講好多 get， 大家都 get 到，係啊，同埋佢又冇乜架子啦，真係冇架子。如果佢有架子嘅話，今日我哋嗰度節目咧一定係俾佢鬧爆咗，因為我哋一嚟咧係唔係問兩個歌手或者歌佬啊，係問咗後邊嗰班樂手先，即係對 band 嘅人。好啦，翻翻嚟你哋兩位啦。不如你解釋一下啦，係啊，呢啲個 crossover 嗰、那個即係嗰個原因，係啊原因啦，係啊。其實都好似達明啱啱所講，其實係我哋結緣係深夜告別練習嘅結緣啦，同埋我哋睇到個留言，當然好開心啦，係啊，超級開心。之後過咗幾個月，無啦啦有一日經理人同我哋講，喂。周仔寫咗首想寫首歌俾你哋，你哋要唔要啊？哇，梗係要啦，唔係唔要嘛？哇，執到啦你哋，幾多人嗌周仔寫歌啊？你知唔知啊？佢自己即係獻身上嚟，係啊，跟住咧，跟住就好似都係達明所講小童同周仔喺工作上面都認識咗，所以穿針引線之下就達成咗呢個合作。哦，不如講下《中二病人》呢首歌啊，好想知道個內容點解咁得意嘅。中二病人咁話說填詞呢個係Oscar 啦，同你哋合作無間啦。係啦係啦。咁佢Oscar 佢填呢首歌嘅時候，因為佢本身已經係一個中二病人啦，係啊係啊，重度咁啊。好中意漫畫啦，咁所以其實青春嚟講咧，唔一定係一啲即係燦爛就梗噶啦。咁但係亦都有好微爛都緊啦。sorry， 唔緊要，好懷念啊青春。咁都有微爛嘅一面嘅，咁所以就我哋依首歌係講即係。當病發緊中二病嗰個青春，要即係留少少頭髮嘅前影，因為中二病呢個字嚟自日本嘅，通常會見到呢個病徵嘅症狀咧，通常係喺啲中二嘅學生 form two 嗰度見到嘅，所以咧就 come from 中二咯。哇！點解我哋講開中二啦？不如我哋翻去即係校園啦，大家有冇一啲即係好特別或者好？即係好趣嘅中意嘅回憶咧。啱啱我哋喺度傾緊嘅，有啲乜嘢中意嘅回憶？其實跟住我就問大家，知唔知咩叫 Happy Corner？ 跟住大家就答我，知道咩叫 Naughty Corner。Naughty Corner 即係你犯咗錯就喺嗰度罰企。但 Happy Corner 咧，通常咧係咪大家唔係男校咧？男校會易發生。哦，係嘅咩？男校即係都有哦。
大人咧就有 happy ending 嘅，不如你解釋下 happy corner。happy corner 咧就係咧，我哋會揾碌柱或者揾個 corner， 咁咧就揾三個人抬起一個人擘大佢只腳。就 con 落去，攻城喺呢度 con 落去，咁樣係啦。咁當然係開玩笑啦，唔會真係咁樣啦。咁我哋就次次都攞呢一個嚟開玩笑咁樣去威脅下啲同學。咁我想問下阿偉賢咧，中有冇啲中意嘅回憶啊？初中都會打波啊，男仔踢下波啊咁樣。咁通常好中意啊，射三分波之前都會叫下啲招式名啊咁樣嘅。而家做一次嚟嘅，而家做一次。阿波傑。sorry 你嘅手 sorry 係啊，咁所以其實即係嗰陣時都睇好多動漫，係真係好有影響。OK， 答應咧，我覺得大家男仔一定會識千年殺呢個每一個人企起身都要千年殺，係跟住又要疾走嘅。我而家示範一次啊，康中起身最最有趣係疾走咯，係啊，即係疾走咁樣疾走，我估大家手擺後面。幾尷尬啊！真係阿 Mike 咧，我應該內斂啲嘅，我又唔係即係唔係話波嘅咁樣嘅，我係覺得自己啊好似唔係一般人，嗯，我覺得唔係地球人，即係英雄，即係有被選中嘅細路仔，即係有啲咁嘅思想嘅。OK， 咁而家今日睇翻嘅係不可瞑目啦，咁嘅思想。咁周仔到你啦，喂，你中意嗰時喺紐西蘭定喺香港嗰陣時？仲喺香港，我仲喺香港嘅。好啊，你講嚟聽下，有冇啲咩回憶啊？印象中係某年某月某日啦，咁就。我得到一本雜誌，係咪三個字㗎？唔緊要嘅，唔緊要呢個字，英文都有嘅，係OK，一個字嘅，係全班得我一個有。你笑咩啫？三個字老夫子啫嘛，笑笑笑真係。跟住咧，我繼續。咁之後就租出去咁啊，去黎生咁。即係個個都好似當我明星咁啦，咁即係要圍住啊即係。借俾人，今日就你嘅，聽日就你嘅咁樣，咁係啊，嗰個 moment 都係啊，幾威啊，幾威噶。咩？我哋問啊，話丹兒咁你 form two 嘅時候，講翻當年咧，大家一定好多年少輕狂嘅嘢噶啦。咁你哋跟住呢三首歌，不如一氣呵成唱曬佢啦。好啊。远间中，刚收割番茄煮餸，汤碗中叶尾急冻，凭着插画绘写人与市面容，可得到世间认同。辛劳中最想灵魂感染大众，不过看似迅速发梦，天马要上半空却负重，给指控。我洗脱指控，只得小众。不过原来持续发梦，嘲笑偶尔可别动容，一起冲，你我一起冲，冲不开也有精彩的风景。日夜单车插在欧洲飞纵。上路由爸妈欢送，汤中无谓感到，人类在不择产能世界大同，阶级间在不分轻重，但逼无中爆火，再也不会服从。不过爱上胡乱发梦，天马要上半空却负重，给指控。永远给指控，我洗脱指控，只得小众。不过原来持续发梦，嘲笑偶尔可别动容，一起冲，你我一起冲，冲不开也有精彩的风景。或者当。也曾有火种，但担心去路其实不通，然后大计跌入四围国度失准，甚至卷入既定轨迹中，天天照例还凭着虚空，就循序渐进等救章，是否今生永远未懂？爱上胡乱发梦。
半空會極凍，給止痛，永遠給止痛，傷心如躺血必經刺痛。不過原來始終發夢嘲笑，偶爾哭意動容，一起衝，你我一起衝，衝不開也有不廣的風中。世界劇神，迷上是你笑容，又是掉進下逢，隨性又放縱，世界太難懂。幾多的過去以後，跌進了夜幕後，不想講過去以後，錯過了別回眸，遺失還未帶頭，懷頭，但願高飛遠走。同路高飞远走去，欠多些污秽还未望透，熟透踏入青春缺口，然后高飞远走外，更多的荒谬喧哗之间，你抱抱我身体，我来吻吻你嘴巴，你来扫扫我双手，然后尚有尚有，就是高飞远走，然后于风雨中远走，为实还未带透，熟透踏入青春缺口，然后高飞远走，同意包出身后，时日尚有尚有，就地轻率远走，狂热冲压未收，远走。迷上夜半马路，和你踏上旅途，盘旋觅远歌，暗角里漫步。迷上密闭国度，和你相片羽毛，无尽地擦野，哪个要祈祷？怎么知会有以后，刺破了夜尽后，烟圈飘散去以后，错过了别回眸，遗着还未带头，怀头，但愿高飞远走，同路高飞远走去，欠多些污秽还未望透，熟透踏入青春缺口，然后高飞远走，同雨包出身后，喧哗之间，你抱抱我身体，我来吻吻你嘴巴，你来扫扫我双手，然后尚有尚有，就是高飞远走，然后于风雨中远走，为着还未带透，熟透踏入青春缺口，然后高飞远走，同雨包出身后，时日尚有尚有，就地轻率远走，狂热冲压你手，远走。每一次失意更强
缺氧，未有被拍掌，却可以肯定去向。如不见太阳，仍朝着方向，明日也闪亮。重新的歌唱，闭起你双眼胡乱唱，孩子捉紧理想，未会万世景仰，沿途未会获奖，却感到满足，已找到生命去向。无辜的爱恨，何必去猜想，如相信对象，擦身过的每一扇窗，每一个房子隔壁上，白有道曙光，照出了机会去向。如不见太阳，仍朝着方向，明日也闪亮。重新的歌唱，闭起你双眼胡乱唱，孩子捉紧理想，未会万世景仰，沿途未会获奖，却感到满足，已找到生命去向。好兄弟們啊，即係近呢兩年啦，其實大家已經即係都可能冇得飛咁樣啦。你哋有冇咧？即係譬如係留翻喺香港，可能會即係留意翻多啲即係身邊嘅事啊，或者係可能會珍惜翻一啲平時唔會去嘅香港嘅地方咁樣咧？哎嗱，我講先啦，不如即係啊，呢兩年冇得飛啦，多咗人行山啦，係咪？同埋你會見到咧，即係山上啊，係多咗好多垃圾噶。我不知道大家有冇即係留意到啦，咁但係呢樣係我留意到嘅一樣嘢嚟嘅，即係多咗好多人行山，咁亦都喺度即係呼籲翻，即係希望如果大家再出一啲我哋呢啲咁樣咁大自然咁靚嘅地方咧，即係走嘅時候咧執翻自己垃圾啦，係。咁 KB， 你平時少去嘅地方係會唔會係你屋企？係我反而多咗喺屋企，我自己就係、是、咁。我哋問翻嘉賓啦。我都唔係一個成日出去行山嘅人嚟嘅。我比較有時候中意留喺屋企，但係呢排就多咗，因為我家姐成日會叫我出去同佢啲仔玩啊，幫佢湊住啲仔，跟住佢就可以出去玩。咁、我呢排又去多咗西貢，係啦，西貢同埋去呢啲海島啊，同埋海灘啊，撐艇仔咯，呢啲就會多咗咯。OK， 周仔咧都係沙灘啦、啊，沙灘係沙灘或者行山都有嘅，係嚇。不過睇佢應該做 gym 多啲。又大咗啊！佢成日都話我大咗啊！嚇，上個星期先見完你咁快大咗。周仔喺邊度沙灘㗎？我都去下啦，係啊，講咗就阿十三姐就想坐嚟講啲沙漠啊。咁啊，Mike咧？
我覺得始終而家冇得去旅行，即係而家好多啲地方咧，譬如啲商場啊，都會整啲唔同國家嘅 theme。係。咁我見到呢啲，我而家就會奔過去啦。哦，係啊。然之後太耐冇去啦，真係變咗係咁，即係留意咗多咗嘅。咁以前就留喺屋企多啲。咁有冇即係譬如可能喺香港即係平時少去嘅地方，因為呢兩年冇得飛而多，即係會嘗試去下咁樣咧？有啊 ，staycation 咯。哦 ，staycation 即係爆房啦，係咪？咪留意啫，冇去。我就多咗去水塘或者海邊呢啲地方咯，因為我覺得對住個海好舒服。係，我多咗去嗰啲咩萬宜水庫啊，嗰啲船灣淡水湖啊嗰啲地方咯。即係以前係唔會去啊嘛，而家係你直頭冇地方去，去啲地方都幾舒服。你三條友真係好鬼虛偽，我知道你哋三個都唔係outgoing嘅人嚟嘅。其實係因為我住嘅地方係新界，所以我其實成日都接觸到大自然，咁所以通常疫情底下都係翻 studio 做嘢多。都是哇，好真喎、啊、呢、這個，呢個真係真㗎，好真㗎。呢個生活都幾悶喎、啊，少少啦。咁不如講，如果可以去得旅行，第一個去嘅地方咧，除咗日本啊，心你講先啦。我梗係日本啦、啊。你話咗日本啦、啊，我諗我會翻澳洲，係啊，翻澳洲探親啦。不過我會去泰國啊，因為喺未疫情之前咧，本身 plan 咗係同幾個 friend 去睇嗰啲音樂節嘅，係，但係臨去。差唔多我記得嗰時係四月，咁就臨去就即刻 shut down 就冇得去啦，咁都好想去翻咯。周仔咧，我諗我都係翻紐西蘭，係咯，翻去探下親咁樣啦，係咯，探下啲牛咁。羊人口多過人嘅人口喎。唔係，我對面係牛嚟嘅。即係嗰度係真係羊嘅人口多過人嘅人口嘅，好似話。但係冇乜見羊嘅我。係嘛？係啊，可能我住個區牛多。有冇見雲啊？雲都多嘅。喂，咁啊，講翻紐西蘭啦，其實即係大家都知道你可能細個已經即係過咗去啦。有冇一個即係最欣賞嘅地方咧？紐西蘭，你最欣賞嘅啲咩咧？紐西蘭，因為我喺我仲未中意大自然啊！嗰陣時候係因為嗰陣時中二病嗰期嘅。依家你著唔著鞋㗎？嗰邊好多朋友唔著鞋，即係翻學。而家想唔著咯。哦，嗰陣時就覺得即係佢哋行街係唔著鞋嘅，好多都未識享受嗰陣時，而家就多咗唔著鞋出街嘅，係變靜咗，好黯然咁。咁你澳洲翻邊度啊？翻你嘅鄉下？即係我覺得即係澳洲其實係。即係其實同紐西蘭差唔多噶，即係我哋細個咧未必會去識得欣賞呢個地方，但係你當你大過咗之後咧，你會feel 到個大自然啦，即係以前都係中意喺城市多啊，喺 city 啊，咁但係而家即係呢幾次翻去咧都會珍惜翻一啲即係可能同屋企人係翻去翻一啲公園啊，放狗原來係一個好大嘅即係樂趣嚟嘅，伴我翻親去好 healing 啊，係啊，好 healing 啊，係啊。好啦，即係講完咁多，咁不如咁樣啦。以下時間咧，就同大家暢遊呢個大世界，先去慕克走一轉，再翻嚟做 City Boy， 再繼續去尋找呢一個塵世味。命運就地改寫，只因你我當天那一眼。靜靜互望啞口無言，原來邂逅太簡單。大地就像一刻，只得你那身影最顯眼。月下漫步東京同遊，遺忘晚上變得越來越冷。黑色眼睛，原來與你有過一程風景。但路上誰也沒未沒醒，靜靜行經，留意無刻之夜又醒，遊歷過下一次未必記。着双手弹琴，然而看似会一点。有时互望开始分手，再见的恋爱短。
但特別在這幾年內，時時暗地記起憶紅着臉，黑色眼睛，沿途遠這黑眼睛，成苦黑眼睛，但路上誰也沒明沒捨，自問曾經動機留喺此地安息。
快记录生命的美好，然后发现世界多糟糕。回用太快了悟这百态，上千个问号，某天才传入脑，让那水不沾起云霞，染于画布。万事万物没变好，谁料一秒已长高，望你不惜一切抱着单程，多么美好。愿望寄望没细数，遗传理念也没再三探讨，望你挥不自制，仿佛拯救着国土。还好看清天和绿草，这刻得你望到，抱拥你划过长夜清早，永不要为与父母争自傲，亦不要献技寻觅他人仰慕。童话故事跌入你幻想里乱舞，让天国笑爱心海妖怪画满你画布，赤子心才是宝，以天真不发绘出这心初稿。莫愿坊间所欠沉默地填补，光影色彩虽然未够好，用你视角图画出新世界美丽在前途，尘世终于都有天安好。一秒已长高，望你不惜一切抱着单程，多么美好。愿望寄望没细数，遗传理念也没再三探讨，望你挥不自制，仿佛拯救着国土。还好看青天和绿草，这刻得你望到，抱拥你划过长夜清早，永不要为与父母亲自傲，亦不要献技寻觅他人仰慕。童话故事跌入你幻想里乱舞，让整个宇宙闪闪星宿画满你画谱，赤子心才是宝，以天真不发绘出这新初稿，莫愿坊间所欠沉默地填补，光影色彩虽然未够好，用你视角图画出新世界美丽在前途，尘世终于都有天安好。仰首乌云密布，那漆黑中有七彩快要出土，用你一点一线诚实地重组。今天即使光明未见到，用你直觉秒画出新世界美丽在前途，尘世终于欣然出安好。尘世终于可擦走懊恼，环节咧，同大家倾下告别呢个话题。如果要告别一样嘢咧，你最想告别系乜嘢啊？每人拣一样。周仔先啦，前辈先啦。哇！我先啦，我先啦。即系告别恋人啊，嗰啲门啊，嗰啲啊。系，点解你攞咗我 get 嘅你？我谂我会想告别个疫情快啲告别啦，系啊，即系快啲告别嘅话，咁啊，即系全世界都可以即系开心翻咁样咯。都讲得好啱，系咪啊？如果我想告別自己的一些壞習慣，
因為如果我覺得冇咗呢啲壞習慣嘅時候，個人會變得更加好 ，nice 啲咯。譬如係拖延啦，同埋懶惰啦，呢個我都有嘅，我都係啦，係啦，即係呢啲如果告別咗之後，我相信會好啲嘅個人。周仔咧 ，OK 唔緊要，慧賢咧，我會想告別啲唔好嘅回憶。係，例如咧，係因為即係你細個嘅時候，即係有個 uncle 捉咗你入後巷咁樣。係咯，摸手摸腳，我唔係講呢啲。係唔係？我俾你講，你講。其實係，其實因為好多事發生咗，大家都唔想嘅。咁咁好多時候都可以 twist 咗自己嘅睇法去睇嗰件事嘅。咁我覺得有陣時改變唔到自己諗法嘅話，咁不如試下忘記咗件事去咯。咁令到自己嘅人去 let go 放輕啲。OK， 都好啊。達明咧，我想告別一啲壞習慣咯。壞習慣講咗，講多次。告別自己一啲唔好嘅脾氣啦，即係有時。大家好似大家都就曬我咁。哦，係㗎。唔係啊，其實我覺得達明即係呢幾年係佢嘅性格好咗好多㗎。以前好衰變咗㗎啦。係啊，想再告別勁啲。唔係之前慘喎，呢隊樂隊即係一個有好多壞習慣咁樣，一個呢個性格又麻麻地咁樣。唔係達明之前會易猛啲咯。哦，係啊。而家佢好冧㗎啦，點恰佢都唔。哇！點解咧？達明，不如講下係隨住人嘅成長，可能睇啲嘢化咗。係，所以就會導致即係掟吉他嗰啲嚟㗎，好似佛陀之心咁啊，大佬！即係有冇聊事鬥非啊？而家冇㗎咯，以前係會嘅，以前係會嘅，即係即係喐啲啊，即係可能要即係打交嗰啲。又未至於即係態度又唔好，打得㗎啫，就係空得㗎啫。唔好啊，係啊，即係千祈唔好係得把口嗰啲咯。以前有個人咧，即係喺呢一行咁樣，佢都即係因為以前都係個性格都係比較暴躁啦，跟住打完人之後咧，跟住咧就俾人 blacklist 咗啦，係啊。咁所以就呢啲通係，唔係即係我，因為我有個 friend， 但係唔緊要啊，即係我都明白嘅，即係可能你將一啲可能性格或者脾氣暴躁告別咗之後咧，你會一個 better person。係，咁啊，阿 Mike 咧，我想告別至於畏高啊，唔知大家有冇畏高呢樣嘢咧？都會去時代廣場望兩，我都會覺得驚嘅，係咯，會淹下淹下咁樣嘅嚇。即係有時畏高咧，即係有時去到主題樂園都冇得玩其他機動遊戲，踏唔出嗰一步。係好、啊。即係以前我記得以前係住好高嘅，細個嘅時候四十幾樓咁樣嘅。咁而家就搬到去一樓啦。係。咁唔知係咪因為個習慣慣咗唔望得高處望落去咧？而家就我都係。覺得好冤㗎，時代廣場望落去都係淹下淹下咁樣。係啊，住咗一樓就唔畏高啦。住咗一樓之後就畏高。哦，就畏高。慣咗住低層。好啦，到周仔講啦。我諗咗好耐都好似冇乜嘢告別。太完美啦！一係就講曬，一係中二病啊你。係我冇乜嘢要告別。係咁唔緊要，唔答都唔緊要，我哋都好 free 㗎。咁即係唔收錢嘅。咁但係其實即係大家怕唔怕告別呢件事嘅咧？即係有啲人咧，即係可能會。好難放得低，或者有啲人就去會即係死啦！即係一唔見咗嘅話咧，佢哋一定係好難可以翻到身咁樣。你哋邊個體系嚟嘅咧？好，你先，你我最怕係告別親人，即係親人真係告別嗰下係真係冇噶啦，完即係以後都唔會再有機會見面噶。呢種告別係最驚、最 heartbreaking 嘅一樣嘢。咁幾位成員？我覺得戀人都係嘅，係戀人都因為。即曾經你最 close 嘅人，最後尾變咗係一個陌路人，所以要擁有必先懂失去怎接受咯。喜哥，哇！我想問下呢隊樂隊係咪有人教過佢哋講嘢？我想回應翻少少答命嘅，即係告別親人呢樣嘢，其實真係好，我都已經唔敢想象，因為最近即係屋企人就有啲事，咁就入咗廠叫修理咁樣，即係 touch wood 唔係啲乜嘢事，最尾係我爸爸嚟嘅，咁就我就一路每個星期啦，每一次探到咧，我都係會。親自去送下飯啊，探下佢啊咁樣，即係我覺得係要大家即係經過呢次呢個月嘅經歷，我真係大家要再愛惜自己身邊嘅人，同埋珍惜啦。啲情況好驚，每一次都係一個其實係嘅，即係嗰一次即未入醫院之前啊，我都同佢不斷係咁去診所復診。咁其實係好心噏嘅，我感覺係即係我會更加 touch 到啊。咁我想問一下咧，咁即係你譬如爸爸未有病之前咧，你係一個乜嘢嘅仔嚟噶？啊，其實真係可能喺屋企冇乜嘢講嗰啲咯。係，即係所以就真係去到醫院，我真係其實每一次走嘅之前咧，我都同我爸爸攬一攬，即係一來佢知。
错咩？因为练习告别啊，首歌叫《深夜练习告别》啊。唔系，我听到，咦，好似怪怪地嘅。不過明白嘅，因為其實嗱，坦白講，呢個大家即係麻甩佬啦，即係好多時候咧，即係可能喺屋企嘅時候咧，都係可能係心照啦，係心照噶啦，即係呢一樣嘢其實即係好坦白講，我自己都係噶，即係我自己都可能以前就係譬如阿爸一定係開工噶啦，冇錯。咁我哋以前都係即係佢知我錫佢得噶啦，唔使多講，但係反而對阿媽咧就可能會即係多啲嘢嘅，冇錯。咁但係你個即係你個你一路長大嘅時候啦，咁你就會終於都會明白到，其實可能要俾佢哋知咯。即係每一刻咧，其實大家真係珍惜嗰個人就講咯，係同埋我相信講埋做咯。我相信 uncle 一定好，即係佢好 proud 嘅你而家係啊，即係見到個仔即係都叫。幾叻啦，係咪先？訪問下先。咦，周仔，其實你首《塵世美》咧，都唔係，都係應該係講我睇你寫嗰陣時咧，我睇到你 YouTube 嗰度寫嗰篇文咧，係講，不如你介紹下啦。我都幾好啊！你啱啱即係嗱，周仔其實我都睇到你篇文咧，就知道你都得塵。好長㗎，嗰篇文好多好多 message 㗎，佢唔止怎。寫歌噶，心裏邊諗緊啊，好啊，今日唔使講，你幫我講埋啲家人，點知都係加埋俾你。係啊，呢首歌陳世美係小黑填詞啦。係啊，咁啊，其實佢係講緊佢有一日同佢個仔寫生，小朋友仍然有一個 bubble 嘅。嗯嗯嗯，咁佢望乜嘢都覺得好靚，好有希望。你隨住成長，你嗰樣嘢慢慢消失咗咁啊，即係其實呢個係與生俱來，我哋人人都有嘅嘢。其實是不見了不記得了，所以他想用這首歌可能在成長過程中即不見了的東西希望可以拿得回來。 MV 呢是不是用小孩子的 angle 去拍？是啊是啊是啊，很厲害的那個 MV 是那個 MV 是 inspired by 小黑話係黃家衞先生同佢講過，因為小朋友嘅 point of view 大概嘅高度係喺膝頭哥左右嘅位置，所以成日俾膝頭哥頂親佢哋，有時行街真係唔慘，即係你有時唔覺意行街嘅時候，即係會撞親埋，對唔住 sorry。咁anyway 啦，即係仲有冇人有嘢補充咁樣啊？你不如你講下。我其實啱啱阿咪講起親人嘅時候，我佢一路講，我一路都覺得好感動，因為其實喺細個嘅時候都冇諗過話爸爸媽媽有一日會離開你，冇諗過呢個諗法嘅。咁但係如果越嚟越大，見到爸爸媽媽有歲月嘅痕跡喎，開始啊，咁你就會越嚟越驚。係，所以我都好認同阿咪講嘅，親人都係一個好難去告別嘅嘢。係，如果我都唔敢想像，如果我屋企人即係某一日 touch wood 離開咗我嘅話，我都唔敢想像。其實都要個個即係。包括我哋即工作人員咧，都係咁樣諗噶啦，係。因為咧，你嘅人開始大咧，其實你就係會要面對呢啲嘢咯。即你要可能要去接受告別啊，同埋你係即係佢一個課程嚟噶。即你其實你會學識珍惜咯。其實係啊，你而家幾歲啊？廿七。係27歲，有排都未到啦。即我個珍惜嘅心已經出咗嚟。咁係好事，都好事嚟嘅。早啲即係。我都覺得，因為我。今年42，咁就一踏入40之後咧，就多咗去一啲場合啦。係啊，我今日都要去啊。即係其實你預計唔到啊，一嚟就嚟噶啦。咁所以係啊，強化自己個心好緊要咯，我覺得。係。咁不如咁啦，我哋而家欣賞一下以下落嚟嘅告別系列嘅歌曲啊，睇下你有啲咩新嘅啟發。想倾侧倒退又转身，我与你一
踩着我闲话，说到恨了就对分一次睡，喝骂迷迷蒙蒙的笑话，搞不清这梦问真假，却已经害怕，滑动上倾侧倒退又转身，我与你一刻似是无限近，伏笔就于此刻，最终都这样陌生。月夜下弯身加快又企稳，这晚我不归家，跟一个人徐徐遗忘，分针于马路间共行。转身，你要走门，留下人说告别于此刻。刚喜欢我够陌生，两长两眼问问我，你说再别问，悠悠回眸，我再次走一走心，我盼望于新一天继续得下吗？直至死才发现是错爱，错配的色彩。要放得开，爱
着你在这生为爱死去活来，你白发像宝宝一样细水花样，到下世再放来，人须走情都在，在星光显远间存在。哇！時間真係過得特別快啊！咁我想喺度咧就多謝 Andy 啦，多謝 Special 啦、慧賢啦、打鼓，仲有啊達明 Bass， 仲有 Mike 吉他佬，仲有啊聰康嘅，我講得啱啊嘛！康聰，佢哋爭一個字就 Andy 同 Eddie。Andy and Eddie 啦，係啊，即係我希望你哋即係繼續為呢個樂壇就再。繼續加油啦！41歲同27歲，香港將來靠曬你哋啦。係啊，出多啲廣東歌，同埋阿 Mike， 我想喺度咧，即係希望你爸爸快啲冇事啦。啊 ，OK， 啦多謝多謝。如果你睇嘅話咧，你個仔好叻仔啊！係啊，係啊，好交俾你13。嚇！你唔使多謝我啊！誒、哎，我自己多謝自己啦。好，咁喺度咧，我都想睇多，即係多謝 KB 啦，同埋而家喺度多謝13姐啦。仲有咯喎，大家網民。冇你哋嘅話咧，就冇我哋 Music Panda 噶啦，所以咧大家記住咧，就 follow 我哋嘅 IG，follow 我哋嘅 Facebook，subscribe 埋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撳埋個鐘鐘，我哋有新片就會通知你噶啦。下集 Music Panda 再見啦，yeah， 拜拜。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Music Panda Day。